你现在看到的这这么现代化，规划这么好，这是台商赴美新新都市中心的开发案。这是二十年前李登辉做总统的时代的南进政策。迄个时阵，丁善礼找着一群人做伙来遮做这个岛主的开发案。经过二十年后，这个开发案终于成功。所以你目前直接看到的有高级的百货公司、mall， 甚至台商的学校、高级的住宅区等等。这是鼎鼎大名的丹下健三，日本的建筑大师所起的豪宅啦哈。啊，你甲看伊头前的河畔呢，就变作是大家底下咧翕翕的结婚照的所在啊。这栋越南人的豪宅，不知道有要请台佣无？啊，你若要知影这个开发区的故事，安尼你就要好好看我的文章安怎写咯，多写想看。